灯光太亮，我今天没有开补光灯，还是可以开一下这样。哦，忘记我把插头拔起来了。朦胧美啊，我镜头是不是不干净？是吗？我擦一下看看。没擦，根本就没擦。可以连播吗？有人试过吗？万圣节的猫猫特效是什么？这里的猫猫特效吗？旧手机是多久没充电？有时候有点久没充，它就会自己没电，就有点尴尬。旧手机很久没用，放到没电。对啊，万圣节特效。哦，猫猫特效，还有什么？就这样吗？猫猫特效，喵！猫猫特效，嗨，落日一笑笑。铁石心肠，今天还好，今天还不错啦，有点想睡觉哎。对，嗯，怎么没看到？两只草分。没关系。啊，你要出吗？有。那我出你的借口。你要出不完。我吃。嗨豆豆。好，那你吃就好了。明天应该就拿到猫，这是猫猫特效吗？这个。这里的很多人用过了。哦，画质会变不好。对，今天是直刘海，可以烫，我要来烫。我到底要？你拿得很顺耶。你就放在旁边，我当然。到底要用什么发型好呢？斜刘海。就想说今天怎么有点哪里怪怪，原来我没有放音乐。我帮你唱啊。不用，谢谢。你去旁边。贝哥浪，什么贝哥浪？看心情决定。九蛋吧，九蛋怎么了？连播直播会很吵。有人有连播过吗？歌让去 Persic， 可是为什么？你做了什么？很适合这个特效，谢谢。那巨王这里帮我去。我知道，我有看到。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这我不知道？啊，你刚刚不是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是李嬷嬷说的。我头发真的长得超奇怪的，在录影现场喊彩杰，真哦，我懂了，是因为我吗？还是你本来就真的想喊彩杰？都叫彩杰，对啊，都叫彩杰，彩杰也叫彩杰。都是彩蝶，哦，修到脸，为什么卡住了？换一首。就跟你说，我唱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点点。女生啊，用刮毛刮下面，很容易黑，下面会黑掉。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最有效。
小虎牙超可爱。晚安阿米。你们觉得我要留什么刘海？因为我真的在想，不知道斜刘海还是刘海比较好。空大是什么？斜看看。因为大家给我的意见都不一样啊。我那天比赛公演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你们觉得我斜刘海比较好还是刘海比较好？然后我有说过吗？然后中法师姐还有那个经纪人姐姐都说斜刘海，但是有些成员说刘海，我不知道了。斜刘海，然后姐姐也说斜刘海没错。笑啥？可是我最近刘海长得很怪。他被上的线动，就是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每天擦乳液呢？”然后阿北翔说：“因为我希望每天万事如意。”现在是谐音梗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看了两。斜刘海比较成熟，是没错，是比较成熟一点。我想要脱离国中梅亚脸，可是我又怕大家觉得不习惯。为什么那么奇怪我的刘海？安安坤坤，我等一下应该会剪刘海，因为后天要笑场，然后没有，还没剪刘海。要哭啊，就不要哭。这样，这样吗？我看你的刘海太长了，我要为了不是啦，我是要看你的分线。我跟你说，你也是有点开跟没开一样。我跟你说怎么分？对啊。娜娜前辈说，从眼睛对上去，眼球。对啊。对上去，往上对。我本来就是，可是你的分线不在眼睛对上去。没有，因为它现在太长了，有点麻烦。这样子，这样子没，算了，反正刘海这种东西是身外之物了，想换就换。国中美，对，国中美啊，比较喜欢斜刘海。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哎，就要露出眉毛这样。羡慕年轻美亚脸，对啊，怎么我就瞎没？粉丝一万人 QA 出来了，快点，大家快点去看。所以出来了吗？那个神秘小企划，好，神秘小企划，下一集是什么时候？下个月？没有，没有那么久，可能这礼拜或下礼拜。好，那这礼拜或下礼拜有一个神秘小企划。那我把音乐小声一点。喂。喂。李涵涵在直播。我知道啊，我要打电话聊天。啊，我这只手机在，我没有，我跟你讲。啥
耶。什么东西？他也在播。我知道，我刚刚点进来要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也在播，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用旧手机直播，然后这只手机可以打电话。然后结果我刚刚就要用旧手机，就旧手机就没电，就完全没电。然后我本来想说，不是，我要充一下，可是那时候已经一分了，然后我就充了一分钟，然后就那么长迟到，你又没插。哦，那时候已经两分了，然后我就手机就要还要再充电，而且它是没有办法打开的那种，它在关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充电那种。就这样子啊。这样子用我的手机耶。对啊。不要啊！为什么我要借你？可爱。那他是我们的那个沟通媒介。没有没有，我没有当你们沟通媒介。你们没有串一个 mini four 里面，没有加我，然后还想要，还想要。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 mini four？ 你想加入 mini four？ 没有，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这样 mini four 要有一个退出，不然我们就是 mini five。现在是在挑拨离间。我没有。好可爱，谢谢。因为波乐什么？可以啊，可以。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之前有两个人，薪水小偷谁？原来是默默的锅。对啊，他一直打，他一直打。对，研究生不能染发，我还不能染。又来电话，对啊。嗨，易凯，默默问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啊，我就在直播齁。所以你看得到讯息吗？你怎么打的？暂时答应我不要染发吗？染发哪会很成熟？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染棕色啊，但我也应该还没有这么快可以染啦。但就是染棕色很成熟吗？深棕啊。错过十五分钟的李涵涵。隔壁那位现在发什么 IG 直播？我跟你们讲，这礼拜或是下礼拜会有一个神秘小企划，对，大家期待一下。你要染发哦？没有啦，没那么快啊。是这样，我染发你们就不爱我了是吗？等一下，我用那个。嗨，小五，嗨，林果。我用电脑的，你等我一下。我不会跟莉莉染一样的好吗？等一下，染头发有什么不好啦？而且都是 Annie 也是染那种深棕啊，就是气质型的颜色。但之后再说吧，我现在也觉得黑发挺不赖的。因为波乐，英姐早上才抱怨波乐最近都跟 Mini Four 玩在一起，不然要熊艾莉哦。本来就是好吧，你们这个后来的。我跟你讲，我想想哦，我跟你讲。在爱情里面，不被爱的才是小三。You shut up！ 超好笑。哎呀，谢谢。晚上没地方睡，我告诉你。哎，你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染了，那为什么你认识我的时候没有染就不能染呢？之后搞不好来个转变一个气质的形象，走一个气质。就像我一样。我觉得我额头好高哦。哦，差不多差不多。这应该要剪个刘海嘞。染香菜色。先出坑吗？因为染头发出坑吗？这样不行哎。要讲就先来后到，那不然而立跟哪没有？不然而立其实这个 CP 出来没有最久吧？就是这个 CP 名。出来的时间，就是，不寒而栗出来的时间比较早，还是熊艾莉啊？CP 名的话是熊艾莉先啊。对啊，那熊艾莉是比较先。不寒而栗是后来的。不寒而栗蛮后面的吧？染完我再告诉你还喜不喜欢，你们也不知道我染完长怎样啊。对姐姐说，头都干那那，可以是什么意思？可以，头都干那可以，
这样不是爱是不是？为什么安妮可以染？因为安妮可能原本进来的时候就是有染头发的吧，印象中。他为什么不给我用行动条码？吃颗是诚恳啊，诚恳的看直播哦，是哦，诚恳的看直播，心中发寒，心中发寒。现在妞妞的花枝精粹，栗子就不 mini 不是很 mini 吧？默默也不 mini 啊。哇，而立先好吗？大家现在是在站那个 CP 了，突然开始站 CP。我就走心，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毕竟我是先爱上你，不是爱上你发，对不对？爱上我的人吧，不是我的头发。犯发型还是犯偶像？当然是犯可爱的我啊！不寒而栗比不寒而栗比熊爱栗早吗？没有啊，不寒而栗没有那么。某某为什么要邀请我进行联播 PK？ 对啊，不然而立没有那么早凶啊，立先呢？是吗？你某某确定可以联播 PK 吗？请他先去问问好吗？拒绝拒绝。有人联播过吗？有人联播过再说。说不定还染一个奇怪颜色，我是不会啦，我绝对是不会想要染，就是。其实这奇怪的颜色，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棕色。嗨，好，你可以聊了。那用这个不要，你就放这就好了，我已经开了。好吧，我怕我听不到。额头高斜的看起来一片空。对对对。用我的笔电。这样看起来这边很空。啊。我也觉得好像有一点高，所以还在犹豫。粉丝说，就是什么奇怪啊、累积啊，然后面面他们还有肉肉都有联播。真的吗？那我们要玩联播游戏吗？哎，你刚刚看到我发送给你的邀请？有啊，但我拒绝了。你确定可以联播？我再问姐姐啊，我们先连一次看看。为什么不是先问再连？因为反正前面都有那么多先例的，对不对？那照样也不会只有。我们现在都有电话嘞。啊？我们现在都有电话，我们就来聊天啊。可是某某很吵，联播就你去跟易云呐。为什么要跟？这什么话？什么叫做为什么要跟易云？易云不是 CP 危机是怎样？他们 CP 叫什么？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分手是不？现在是 CP 大乱斗哎！什么？我错过了什么？什么看报的？没有嘛，你们看不的吧？什么是你卡还是他卡？我也不知道。傻眼。布丁发的文。你们的 CP 叫同床异梦哦。对啊。那难怪会现在这样子哎。不是，那是粉丝乱取的，我们也没有就实质。所以就叫同床异梦。同床异梦也难。也不意外落得后面这个下场，好奇妙的名称。什么意思啊？啊，我们是不是叫纯洁啊？好奇怪哦。Aki 在笑场，跟熊爱丽一样，有人不被爱。熊爱丽不被爱是谁？我啦。联播都是成员两个聊天比较多哦。罐罐集体反对梦，一起做梦哦，一起做梦。我知道。哎，他们都说成员联播的话，那个画质会很差，而且默默很吵。谁画质很差？他们说成员联播的话，画质很差，而且默默很吵。小心点哦。我忘记了，不是单细胞，唯一纯洁推。这样滑上就滑很久啊！我是要保护你们。啊，你本来就是这个角色啊，为什么要我？你看单细胞说为什么要他？默默真的很，你们小心一点。一个礼拜只能跟你互动这两次，这两次很多吧？对啊，这很多吧？
对啊，不是算两次，应该是算三个小时，大概三四个小时。我们跟你这样很少吧，两天三小时当然不够啊，够吧？这是你们一个礼拜的心灵补给，心灵补给。什么柠檬？你觉得我留刘海比较好，还是斜刘海啊？我觉得你要斜刘海，这样好尴尬，那黄金三角形。真的吗？我额头有点很太高，不是有点太高，我额头很高，然后就会这样子。啊，不知道哎，因为真的有点高了，不知如何是好，不够中分，不要中分，绝不可能中分。我人生中不可能会有中分这个发型，除非我去演灰夜姬。默默正在大口大口吃，他在吃面包，很大声哎，不知道，是渐渐的，是吗？对，他是渐渐。我知道他直播一直想打给我啊，聊什么？最近 Mini Four 在干嘛？哦，不是吧？我们从组团前就组 CP 前就有在吃饭嘛。哦，我要讲。吃饭是久了感情，你懂吗？对，联络感情。我刚刚想了很久。你知道我们很多团都是吃饭吃不完。就是感情啊，吃饭就会聊天，而且。那你知道吃饭有多大的益处？益处。小型聚餐啦，小型聚餐。十一月的校唱就差一个紫萱 ，mini four 就齐了。是啊、哦。一组一组，我们都是小圈圈。我们没有小圈圈。我白银会长。你没有看灰夜姬吗？面包塑胶袋的声音。什么灰夜姬。好，你一定没看。OK。灰夜姬，灰夜姬，放弃沟通。那你知道灰夜姬吗？灰姬是什么？好，算了。是名字吗？还是什么事？他不知道灰夜姬，你可以上 YouTube Google 一下，不是上 YouTube 要 Google， 上 YouTube 找一下灰夜姬的故事。虽然那个不一样，那个灰夜姬是一个动漫，我讲的灰夜姬是一个动漫啊。一般灰夜姬就是。什么月亮的那个吧，柠檬弟也是吃饭吃出来的。柠檬弟是还没吃饭就已经出来。哦，我们还哎、欸，我们哎、欸，对，我们是吃饭吃出来的。昨天啊，你知道甘地吗？甘地哦，我知道。你知道哪个甘地？我不知道哪个甘地。有很多个甘地。哦，那你只知道一个甘地，还有两个甘地。一个甘地是高尔夫球的那个甘地，你知道高尔夫球的甘地是什么吗？哦，那个笔电离我很遥远。甘地妖魔，就是甘地啊，就是那个甘地啊，你们知道那个甘地吗？还有那个，哦，没关系。什么？甘地对，那是一个甘地，还有两个甘地。对，他不想理我，一阵沉默。我跟你们说，安妮买新鞋，他买跟我一样的新鞋，他买颜色不一样，他买白色，我买的是白紫色。对。我还有吃的，我昨天在公司拿的。哎、欸，他真的不行哎、欸！为什么在公司那边拿那个啊？姐姐给的，姐姐们疼爱我。你不是应该减肥吗？在那边。像你就是不被疼爱的。我就是最受大家宠爱的妹妹。嘴巴上说宠爱你，没有实质的行动。Lemon juice， 可是总比嘴巴上说不爱还好吧？甘地这个梗是怎么出来的？昨天吧。妈妈，所以你刺青，你妈妈不知道。有问 Annie 知道 ，Annie 一定知道甘地，他一定知道。但他可能不知道另一个甘地。你知道另一个甘地
对，我们两个的频率不一样。我们来回忆一下以前，我好像以前回忆过了，就以前练舞的时候啊，然后我就跟默默还不熟，然后我就跑过去跟他说：“你很漂亮哎。”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没有好不好？我就真的觉得很漂亮，然后我就，而且因为他那时候还蛮瘦的，然后我就过去，就是因为就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坐在他旁边，然后跟他说：“你很漂亮。”他就会说：“哦，谢谢。”这样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对话。我没有靠超近吧，我只是坐在你旁边而已。哪有？我没有越靠越近吧，我只是说你真的很漂亮。我没有说你真的，我说你也很漂亮。好。我们现在频率已经对不上了。Mini Four 要变 Mini Three， Three， Three。我们是在说少。对，你走心网吗？建议接下来可以吃什么吗？你要再吃吗？要不要想一下？看，爸爸，看一下你有什么？你爸爸，爸爸啦，粉丝爸爸，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很有纪念性的东西吧？那时候蛮瘦的，对。是什么尴尬搭讪？因为那时候妈妈教我说，不要那个，不要什么，什么赞美别人，啊？你解释吧，这是你要解释的。什么怪怪怪？子萱是没有怪怪啦。姐姐没有陪你一起吗？什么时候？她是心机 girl。心机 girl， 谁说她是心机 girl 啊？我说她是心机 girl。什么？我们现在不同频率，我听不懂。这证明我真的没看过。她一定知道你。因为子萱是我们里面最小的。不是，我才是。对啦，怎样？自然在身上。不要给人家爆料好不好？不要给人家爆料。没有，你只是走心而已。是说你找摸摸的？哦，他没有在一起。我们真的超爱开玩笑，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开玩笑。就比如说什么摸摸你怎么那么胖之类的。对。对，他会走心，可是他真的很捧场，就我们。他会这样，他就会难过。你跟我一样都走心，对。对，然后就说没有啦。不是，我要讲，你真的是超会陪笑吗？就是有一句，就是讲一句不好笑的东西，然后他也可以笑很久，他真的笑很久。对，他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笑很久，他可以笑到整个脸都变红色。但是重点是讲的那句话不好笑，就是可能举个例子好不好？为什么要举我？好不、举不起来。Hello。像这个 Annie 就会笑。对 ，Annie 就会笑，这个 Annie 就会笑，而且他会笑很久，他停不下来，他会笑个一两分钟，然后我们说 Annie 够了，然后他还继续笑。那不是陪笑哦，那不是陪笑，那是笑点低，简介。对。那我们上次是讲什么让他走心？我忘记了。哦，就比如说，给他是跟他说，就是你咪康的reset 的时候，你自己很尴尬。他会说，我都不会叫 MC， 那我们只是开玩笑而已。我就会说，我也是自带尴尬了，没关系 ，Annie。举个例子，对，我们是那个建筑师，这点跟杰星笑点也很低啊，而且我真的都是抓不到那个笑点，就是
欸，你是真的可以笑很久，但我不知道是在笑什么的那种笑很久。射手座通常笑点都很低，我也是，大家笑点都很低吗？他笑到我不想理他。周年这首可能可以笑，就是他很自嗨。今天 Annie 没开，不然你就能去找他了。为什么？举个例子。我应该知道吗？我可以知道我们最小的是谁。是我啊。没有，平常互开玩笑，不互开更多。哎，我们小小的开玩笑，我们已经。我们真的是开很大玩笑，玩笑开得好大，玩笑开得好大，耶！我叫杨洋，哪里要抽成怎样？不是吧？是竟让我摘下，但我可不是真的笨蛋啦。射手座自嗨，还旁边笑点也很低，但是比 Annie 再高一点，是真的可以说是比 Annie 高。我现在 TP 我觉得 Annie 的笑点最低。可是我是看着你笑，就是讲一句话，我觉得笑就算了，但是可以笑很久，而且这还是不好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笑那么久。就是有够厉害，居然会跳！我会跳那个，我要播，我来播。不要唱。好了，我没有要唱，我播。哎，你刚旁边很好看。什么？旁边啊？对啊。那你旁边，可是我耳朵是弯的。弯的。耳朵是弯的，什么？因为我编的头发，然后它就压到耳朵。一整天都这样子。差不多，来，大家一起唱。等一下，跑一下。怎么办？我额头真的好高哦。没关系啊，你可以去那个植发。我真的有想过，不要这样讲。对，直球会走心，那个没办法。玩笑开得好大，一起跳。没事，我额头也挺高。我是应该没有人比我高，我没有量过我额头，但是我额头很高。玩笑开得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比阿涵还高。什么东西？换谁是团体？我会惩罚，我不哈喽。就是叫牌，不止笑起来很好笑而已。对，他说他头发很秃，但我觉得还好，就头顶吧，但我头顶很秃。不会唱。什么东西？谢谢阿基亚的星梦音乐棒。粉丝说什么？不要啦！这样他可能自愿退出 Mini Four 哎，这样我就可以加一了。傻眼，你这个风铃草，刚对刚充分，现在要站那个站组别，站 CP 再站组别。谢谢阿米的星梦一人棒，站站起来，欢迎熊熊。聪明组的结果跳 Hello 也是可爱的很。简短，简短啊！哦，我就真的听不到，鼻垫离我超远的，脑袋堪忧，耳朵就听不到啊，离我超远的，好不好？对，有一公尺，最好啦，一公尺好吗？要不然你不要听，不然我现在挂掉，问题很多。这样是Momo会难过。超主的一边凉快，趁人之危。谢谢阿米的掌声鼓励，对啊，栗子很激动。加入的应该是小迪吗？哎，对，那可是小迪，小迪还有诗雅。哦，小迪很常跟我们吃饭。对啊，小迪很常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不是啊，因为我们
然后就会越来越多人。然后就会很多人就说，哎，你们要去吃饭吗？那我们也要跟。然后就哦好啊，那然后就变一坨，就变一坨聚餐这样，小雏菊聚餐。对，没有吧？哎，哦，那是哎，那个有全人到吗？而且是坐在不同桌，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位置。嗨，小风，晋升 mini eight。校唱会跟潘之翼有合照吗？我记得这次好像有拍一道照片。怎么想要吃热炒？好吃啊！热炒要站组别，没有要站组别。这个接地气。平常都吃什么？公司楼下的小南门，或是有一个什么韩式之类的，就随便，或是乌龙面。我吗？哦，不是，笑唱啦，我拍了不发。对啊，我已经习惯了。我们可以跟默默分享我们小时候的疯狂。哎，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什么？就是你小时候是个皮的小孩吗？你跟我吗？不然是我吗？应该没有我们很皮。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们的事迹。你们先说你们多皮。就我们以前会，哎，哪一个最皮啊？你有在听吗？啊？哪一个最皮？我们以前的事迹，哪一个最皮？是美人鱼还是？你猜谁比较？新娘。我跟涵涵谁比较？默默也皮。默默小时候就是。你答对了。他刚刚说什么？你比较皮啊。人家你奇怪。哎，要讲新娘的那个，还是要讲美人鱼？哈哈。你都讲。我先讲美人鱼好了。就是以前我们会看那个珍珠美人鱼，然后我们就会幻想自己是美人鱼，然后我们就会把脚插在那个枕头的那个缝缝里面，就是枕头套里面，然后就一直在游来游去，就趴在床上蠕动这样。还有那个把它立起来，然后跳跳跳，然后妈咪看到都会生气。明明是你，嗨沙鲁，就讲这就是美人鱼的故事。可是就感觉快坏了。那我跟你们分享，我突然想到，是啊，我小时候不是那种 S 挂桌吗？嗯。然后我小时候会带便当回去学校嘛。嗯。然后我又很喜欢看那种，就是枪战电影，然后我们再把枪插在那个口袋里，就很帅。嗯。然后把 S 挂钩挂在我的裤子上面，然后我的便当盒挂在 S 挂钩上面。听到吗？他说，他说他把 S 挂钩挂在那个裤子上，然后再把便当盒挂上去，他裤子就掉下去了。不是，我要跟你分享，我们以前的家，然后有一个走廊，然后就是我跟姐姐就很小时候就很皮，都一直在玩东玩西，然后我们就拿妈咪跟爸爸的棉被，然后把它披在身上，然后假装是新娘，然后我们就走那个走廊，然后那个棉被就在地上拖，然后我姐或是我会撕卫生纸撕成屑屑，然后一边闪，然后当那个花瓣，然后玩那个新娘游戏，然后就是被骂，而且很脏，就是在地上拖很脏。可以不是啊，就是你不知道小朋友思维就是那样害羞者。可以在里面骑车的走，很下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把便当挂在上面。因为我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就做蠢事哎。对啊，而且我那时候穿裙子就是制服嘛，我有阴影，不喜欢穿裙子，就是为了去上完厕所，然后我发现我的扎到内裤里。就是穿到内裤，然后裙子没有放下，
少根筋吧。木瓜好多，你这样不是皮，你应该是少根筋。嗯，对。妈咪愤怒中。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要，就是那个冰箱的那个电灯？有啊，我玩过，是谁都玩过。然后还有那个，那个开灯的那个电源，然后把它维持在中间。有啊，那超难的。不是，以前真的是这个大家都玩过，然后还有在电风上面前面那样哎哎哎的那个，挂听一下就还传来还魔性笑声。对啊，嗨艾文。没有啊，我们都会开小台灯啊。你很害怕干嘛关？没有，像前面才能睡得着。哦。我是这样。嗨，老豆芽。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什么？哦。小时候的时候就我姐比较怕，就是我姐比较不喜欢。就小时候的经典。就我比较不喜欢关灯。因为我会害怕，然后我姐就是很爱关灯，就是她喜欢关灯睡，然后我不爱关灯。然后现在长大之后，我跟你讲，我觉得她一定是在唬烂，就她晚上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不关台灯，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先把台灯关掉，然后再睡觉，就不会浪费电。然后有时候最近我比她晚睡，我比她早睡的时候，我就会先干嘛？那个弟弟啊，他今天那个。就是学校那个万圣节，然后他们去玩鬼屋，然后他穿着炭治郎，然后就老师跟他说，哎，你不是炭治郎吗？你要去斩鬼，然后嘞，然后那个老师跟他说你要排第一个，然后嘞，然后结果他就哭了，他就很害怕，他说我是假的炭治郎，超好笑，你们有听到吗？我转述一次。就今天弟弟去他们万圣节有 cosplay， 然后他就扮炭治郎，然后他就去学校，然后他们就老师就带他们去鬼屋，然后他就跟弟弟说，啊，你是炭治郎，你要走第一个，然后弟弟就会害怕，他就说我是假的炭治郎。杰嗨，好可爱哦，炭治郎怎么可以怕鬼？对啊，就是，但是还蛮开心，想到那个画面就会觉得很好笑，笑死。嗨艾文，嗨扎卡，老师很有道理，叫我姐。女孩子都玩过美人鱼的游戏，应该玩过。还会去刺青，但不是现在。你要刺什么？大家小时候都有，大家一定都有皮过。而且我小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我都会去后操场，然后抓那个什么螳螂之类的，我还去水池捞蝌蚪，我真的是坏小孩。但我现在长大之后，我就觉得那个好恶心，我以前在那边抓什么蝌蚪啦。晚安何恩。哎，你们会看鬼屋吗？我嘛，我没去过，但我很想去去看。你没去过鬼屋？我没去过啊。就不去鬼屋啊？为什么？还没去过，不然下次一起去 ，Mini Four 一起去。好啊，我们去玩 Mini Four。等一下我会害怕。我超不怕，你们可以相信我，我真的超不怕。真的、哦？你要走第一个。没问题。哦，我上次去那个，我去返校的展览，那个算鬼屋吗？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有点偏可怕的，但一下下就走。有啊，有棒啊，然后还有人在后面追你。然后，因为我们都在下面嘛，然后我们对视，我棒，我棒。为什么你超卡？摸摸最好不会怕，你真的不会怕吗？啊，走第一个不要。去鬼屋记得拍 V 啦。我直播经常直播，对啊，你一直。Vlog， 可是很黑的话不能拍 Vlog， 而且我脸一定很丑。我真的是有点，就有点害怕鬼屋，但是什么？可以啊。那到底要去密室逃脱还是要去游乐园？
但最可怕的是都黑漆漆的鬼屋。我之前，我其实一般应该是不敢的，但是我之前避旅的时候去剑湖山，然后我就玩了很多我平常不敢玩的东西，所以如果真的要的话，应该还是可以。但是海盗船不行，就海盗船不行。就是海盗船不行，其他我都愿意尝试，都去就好了。密室逃脱好玩。什么是基本？海盗船我真的不行啊！我小时候去之前，不是我小时候去坐过一次，然后我还是坐中间，然后我下来就吐了，所以这是我一辈子的阴影。只要不是会晕的那种游乐设施，我都可以玩。哎，可是我记得我碧旅好像有玩海盗船，但我是坐中间，我觉得还好，只是脚很痒而已。学校今天在办恐怖密室逃脱，咒怨。离我们最近的游乐园是哪一间啊？儿童新乐园。我不知道哎、欸，力宝吗？还是？力宝。是吗？是吗？我不知道哎、欸，你们知道吗？离台北最近的游乐园，胡迪的那个耶。那个好像没坐过。没有，我跟你讲，我真的还蛮爱玩云霄飞车之类的。那你有坐过 G5 吗？哦，我有坐过笑傲飞鹰。哎，还是没有，好像没有。对不起，我没有坐过笑傲飞鹰。断头的游戏。什么断头？好可怕哦！因为我就是这样被中间凹住，然后我躺不可是，他不是就是一开始刚刚要启动游戏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要把头靠在椅背上。对啊，只是他前面都有靠。后来就没有靠到。哦，力宝在台中，他们说六福村最近啊。台北的伤心而已。大怒神是什么？我忘记了。是自由落体啊、哦。然后就下来了，一下子就倒下，然后连尖叫的时间都没有，很无聊哎、欸。对啊，然后就好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去六福村最近，在新竹，好像搭客运可以到。六福村有那个香肠跟那个蒜头超好吃的。为什么是关心吃的？我这还好，我之前觉得我去游乐园很浪费钱，就是很多都不敢搭。小人国比六福村，哎，小人国比六福村近哎，我要把笔电拿过来。超飞鹰是不是一个游乐设施吗？什么东西？超飞鹰是，是哪一家的、啊？是六福村的吗？应该，好像是哎、欸。超飞应该是六福村的。而且我们有免费吗？现在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现在没了，早就没了，没了。可恶！嗨，胖丁。那这样子，柏林心里会比较平衡一点。哦，不然只有他要付钱。开小巴载你们这么好，很恐怖，还想免费，本来就很贵哎，好像600。我们可以租一台车，我们可以租一台车开起来。这样很贵，我们就坐客运就好啦，不是差不多？啊，小人国你觉得怎么样？小人国感觉很无聊哎，就一堆小人不是吗？好吧，是真的蛮无聊的吧，是吧？但我对小人国印象蛮深刻，就是。有那个室内的云霄飞车，
就还不错玩。但我虽然都闭眼了，也没什么差。客家还挺险。乐园有自由落体，我很想试试看自由落体。哈，自由落体超无聊哎、欸，就是儿童乐园自由落体超无聊。不是，我是说那种绑在脚下，然后就跳下去的那种绳子，绑一根绳子，然后跳下去。那叫自由落体吗？但那是自由落体啊。是哦。对啊。那我小时候玩那玩到吐哎、欸。落下你的身体啊。就绑在身上，然后一直跳嘛。一直跳，没有就跳一下而已，然后你就会在下面甩。不是弹跳床，就是跳上去，然后跳来跳去，那个高空弹跳了。对，高空弹跳。不是讲高空弹跳，我是讲自由落体。所以是。高空弹跳。等下到底是哪一个？他们说是高空弹跳。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是高空弹跳。是在一个桥上，然后跳下去的那个吗？对对对对对对。那不是高空，那是高空弹跳吗？他们说是高空弹跳，可是我那记得那个叫自由落体啊。哦、嗯，啊，他们讲是对的，他们比较聪明。那会一直跳，你有跳过一直跳的那个吗？就在一个弹跳床上，然后两边绑那个两个绳子，然后一直上下跳那个，你有玩过吗？没有啊、欸，那什么、啊？你没玩过？没有啊，绑绳子一直跳，那有什么好玩的？就很好玩，你就一直跳、啊，然后我现在就跳那个跳吐，因为那时候刚吃饱。你怎么什么都能动啊？不是，那时候刚吃饱。然后吃没多久，我就跳一跳，然后突然感觉很想吐，然后我就有点停下来，然后就开始吐，然后那个垫子上都是我的吐，对不起。美丽华那边有。好扯哦。玩什么吐什么，可是我好吧，我真的应该是很不耐晕的一个人。OK， 好的。很不耐晕，而且我之前有玩过剑湖山的那个一个转圈圈绕圈圈的一个飞机的那个。小飞机的一个游乐设施、哦，然后感觉看起来应该还好，然后我下去上去，然后直接晕爆，然后我都不能玩，所以我对那个会晕的有阴影。哦，然后我之前避旅的时候有玩那个、那个海盗船，因为我，而且我下来我觉得还好，没有很晕，后来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有吃晕车药，还不错。好，你要讲什么？那我差不多要下播了。哦，真的哦。不是，我怕不到下，对啊，因为我等一下我要直接走。好啊。你要挂了吗？好哦。拜拜。继续加油，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挂了，他挂了。就之前去那个避旅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就是避旅，我就尝试了很多我不敢尝试的游乐设施。因为我觉得说好像就都避旅来了，然后要跟朋友留下最好的回忆，就是如果我的避旅的回忆都是就在旁边等大家不敢玩的话，就觉得很浪费，所以我就是尽量尝试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游乐设施，然后我就玩了很多，然后后来暑假之后我又再跟我的朋友就是国中同学出去玩，去六福村就是小湖蒙了吃，然后我就发现我没有避旅那时候那么大胆欸，即使我已经玩过的设施我现在也不敢玩了，就觉得有点可惜，就花了600多块然后什么都不敢玩，而且那天还下雨，我还买了超贵的长颈鹿雨衣。去迪士尼玩咖啡杯也没有晕，我之前去迪士尼，那是我第一次坐到360度的云霄飞车，哎，很酷哎。然后那个它转上去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就是整个画面是黑的，有点平显那种感觉，但就一瞬间的，就是很酷哎。碧鱼在意大玩到最后，坐在休息区睡着，怎么会睡着啊？哦，然后避旅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我没有玩到那个 G5， 那时候本来就是要，我忘记玩什么，就剑湖山有一个设施好像是橘色的吧，然后是脚腾空的，什么战斧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玩了两次那个，然后结果去的时候 G5 已经关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玩到，不然我觉得我
这辈子也不会再去尝试 G5， 就是就只会那个避旅的时候就带着那股冲劲就上去了。意大利佛罗伦斯之旅，什么这是什么密码？去迪士尼玩云霄飞车是第一次玩三百，我也是闭眼睛耶。其实我云霄飞车很长都是闭眼睛耶。意大利避旅，对不起，意大利的部分。太明晶，贫血是有什么好哭？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贫血。A C A C A 猪，对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密码？有长颈鹿鱼可以卖萌也不错，但是我长颈鹿鱼好像丢了。转，其实我那个我旋转木马也会晕嘞，不光是平海，我也会晕。避旅是去花莲骑脚踏车，太烂了吧？是你们选的吧？应该不是可以投票吗？通常我之前员工旅行去两次义大玩，是同一个公司吗？义大现在都是 VR。 避旅去剑湖山九族，还有一间我忘记了，哎，还是就这两间。上课，好好，嗯，拜拜。嗨，切东，去坐冲浪飞船哦。之前去九族就避旅的时候去，我们这次去哪里坐？应该是九族，然后它有一个很像龙舟的那个，那个好好玩哦，那个很好玩，那个真的很好玩，就是它好像就冲下去，然后它还会喷水，就是旁边有那个炸弹、那炸水那种感觉。就我觉得那个很好玩，然后我觉得有点后悔没有做两次，虽然那真的全身湿，但我觉得既然就湿了，为什么不再去做一次呢？好浪费哦。火山历险记吧，在六福村哦，是六福村哦。聊天室好友圈各种迪士尼环球影城，哎，可是环球影城，我记得我好像没玩什么哎。我印象深刻，我只有玩那个猪猪人，然后其他都没有，因为好像都要排很久。然后哈利波特也就去走走晃晃而已。好想去日本哦，好想去迪士尼，好想去环球影城。现在还有蜘蛛人吗？是不是没有了？环球买年票玩到你，好好哦。我也好想买年票。就一直玩唱玩，那样好浪费。对啊，我记得其他就是在逛逛吧，然后本来要排哈利波特，结果太久了，好像要排到两个小时去，忘记了。今天直播反应，我要什么反应？冲浪飞船最后那个才会坠失。对，三丽鸥游乐园，三丽鸥游乐园，然后没有游乐器材。背出哈利波特的台词，是多熟了，傻眼。不敢玩飞天翼龙，只能拼命玩哈利。飞天翼龙是什么？但我觉得如果今天再去一次那个游乐园的话，我觉得要买快速通关，我真的觉得要买，就给他花啦，给他花下去。两个都说很久没去日本哦，真的很想去日本，超想，超级想去，想去到爆的那种，超想去，超级，真的超级想去，好几年没去日本了，两三年了哎，忍这么久了，上次去的时候是2018哎，现在2020都快过完了，三年了。应该是2018一月吧，印象中。好痛苦哦，我们都很想去，可是真的两三年很久，等很久了。两个推的毕业演唱会都去不了，嗯。2018一月冲绳，对，是一月，那时候印象蛮深刻，因为那时候刚进，就刚选完。中神选完之后就去，嗯，迪
迪士尼的快速通关都是用抽的，对。就我们，我记得我们为了抽快速通关呢，走到那个铁腿，那时候就去我们去海洋的，然后就要为了抽那个快速通关，然后我们一直，而且是快走，就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就园内整个一直走，一直快走，然后就那时候就我腿好酸，我不要再走了。那时候我们好像就早上就去玩，然后玩到下午还是晚上忘记了，但是六点多吧，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从早走到晚，然后终于在快中午的时候，我说我脚真的很酸，我不能再走了。然后姐姐就说不行，我们要走去那一家达菲熊的那个餐厅。我说我脚真的很酸，我走不了。然后就停下来的时候，我就蹲着那种，是真的很酸，就是走到小腿肌爆掉那种，而且都是快走，所以就是整个很酸，真的很酸。然后我就说休息一下好吗？可是休息一下也没有什么作用，一大早就去排队了。对，姐姐拖着我到处跑，还有一个那个妈咪还是爸爸的朋友的老婆，她就是很常去迪士尼，她很常去日本，然后很常去玩。她家就是有好像有一面的迪士尼的达菲熊。对啊，迪士尼里面不能跑步吼。HKT 的新剧场开幕也去不了，一定是那时候还不喜欢杰拉多尼。什么是杰拉多尼？哦，那个吗？是指那个？哎，杰拉多尼是谁？是说那个达菲的那种娃娃吗？达菲的店？哦，我没有吃到三眼怪的，是馒头，应该是马吉吧。现在去有动力，现在去不管再怎么，就是再怎么酸，再怎么走不了，我还是会走动。而且我记得之前去台场的那次吗？台场在哪？北海道，应该是北海道。然后去那次，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百货公司，然后里面有三丽鸥的联名店吗？还是什么事？就是三丽鸥的店，然后就看到墙壁很多娃娃还是什么，忘记了。我记得就是在那个百货公司，然后我也走到脚烂掉，然后我忘记那时候为什么就是分两坨行动去厕所之类的吧，然后我不知道怎样，然后我就也是走一走，然后我就觉得脚很酸，我就一直靠着那个墙，然后蹲下像失恋女子，但我脚真的很酸。我记得那边还有一个炸那个自己炸炸物的店，台场不在北海道，对不起，台场在东京。那是哪里在北海道？是哪里在北海道？忘记了。居然讲得出台场在北海道，我不知道啦，在东京。达菲的猫朋友，哦，杰拉托尼就是画家猫。迪士尼年票，单身狗去太没人权，可是平日应该没什么人吧。东京都江东区，为什么你们会知道在哪一区啊？小樽跟札幌才在北海道。哦，对，札幌函馆，对，我记得之前去函馆，是函馆的时候就有搭缆车，应该有搭缆车吧，有吧，好像有搭缆车，然后上去，然后就看到那个风景，然后还在那边吃了一只冰淇淋，嗯，就是一坨的那种冰淇淋，它不是那种绕，它是直接一坨，就很好吃的牛奶冰淇淋。白色恋人，我觉得只要是在那个日本吃的冰淇淋都是很好吃，他们都是牛奶。王走是什么？哈密瓜。陪我去迪士尼啊，可以啊，但现在不能出国。王走，哎，我忘记了。一坨有拍照，有拍照，哎，可是应该不在我们的手机，可能在妈咪那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爱拍照。对，我真的不爱拍照。哎，那穿和服是哪一次啊？第一次和服是那个什么？郑秀在。郑秀在。
北海道，一个是东京吧。哦，我们还要去雷门拍照，是以前流放犯人的地方，有知名监狱。哦，我要走监狱啦。哦。现在好像就是在北海道哦，我知道，我知道，那时候我就记得是一个北海道的粉丝，即使是台湾人，但我还是记得是北海道的粉丝，就很酷。那么可爱，不喜欢喷，以前很丑，好不好？我真的是加进来之后才要爱漂亮，不然以前就很丑。往走北海道的一个市，哦，所以往走监狱北海道，嗯。《变幻战士》的骷髅糖果，哈密瓜。哦，记得在北海道有吃哈密瓜，那个橘色的哈密瓜，在某个市场，是哪个市场也忘记了。我的刘海。哇哇哇哇哇哇哇，没照片没真相，有吧？有照片，只是现在拿不出来。你要不要吃哈密瓜？为什么要去看一起生甄选的影片？傻眼！以前很瞎，不是很以前很丑，好不好？我没有完全没瞎过，哎，我真的完全没瞎过，是土。我以前是土，不是虾。我真的没有虾过，我是土，很土的那种。好啦，可能有虾过，我高一的时候虾过，六年级的时候，六年级升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流行穿半截。我哪有很虾？是现在比较虾。二条是好像不是，欸，不是这个市场。YT 自己跑出来，锯齿状指甲，锯齿状指甲哪有虾啊？谁会剪锯齿状指甲？那是我的创意，好不好？六年级三国一啦，大学门贴城市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贴城市少女？谢喽，谢喽大家。时间演算法。六年级升高一迷之跳级，才会剪，但是我才会说就是，不是大家都会，就也不是虾妹啊。跳了三级，六年级升国一，城市少女不是我做的，不然嘞，对，我是资优生。嘉宾真晶晶，请不用，请不用帮我补充好吗？不需要 ，I don't need 好吗？对，我是自由生，城市少女可爱个毛啊！你们想看妈咪，我就知道妈咪要支援照片。这是我们之前穿的真秀，太亮了，我怕妈咪有讯息跑出来。这是我们之前穿的真秀，然后这是在北海道某个到处结冰的那个到处结冰的什么那个到处结冰的河，哒哒哒哒哒，应援色，对啊，应援色，好可爱，谢谢。我穿紫色的，那个那一件其实不是粉红，因为那一件是被姐姐先抢，但是它是红黑，红黑主色，然后我这个是紫，蓝紫，还是粉紫，蓝紫。用蓝紫来当颜色，我到现在还是会想再穿一次正袖。那时候不知道正袖那么难穿呢，一个小时1000块，但给它花下去好不好？这辈子可能没有办法再体验到穿正袖了。
然后我们还要去骑那个马。哦，这是 QQ， 还是我没骑，因为我太胖，我不知道哎。啊 ，QQ 好瘦哦。当夕阳很卡哇，谢谢秋高兴，你们没有看过吗？哦，突然想，我突然发现为什么你。突然知道为什么你们要问我说我是不是穿粉红色那一件，因为根本就看不清楚谁是谁。元宝怪，我以前好瘦，可是真的好丑哦。反复一次最惨的花黑，现场的哈哈都是场属于。我以前好丑哦 ！Oh my god！ 的不像话耶！我现在陷入我自己的记忆，我现在刚刚好吗？我现在没有很瘦，好不好？我现在踩得很稳。我不能找我们，就是有别人的合照，只能找我跟姐姐的合照。你们可以看以前 QQ 在玩雪，这样，还很可爱。他穿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个羽绒外套，然后他在做那个雪天使，就是很可爱。雪天使 Q， 对 QQ， 对 QQ 卡哇哦，越看越想去日本，我真的不行啦，很想去日本。哦，我发现我们有拍我们的战利品哎，这是我们的战利品，厉害吧？我的战利品，是不是很厉害？我每次去都要买一堆。聊天，我还可以找一下那个我以前穿那个小伴娘装。哦，这是小 QQ。我现在把他的脸露出来，跑掉了啦！哎，他那时候好可爱，他有穿蓬蓬裙，是不是？哦，有马来西亚，可是马来西亚那时候姐姐没去，各种事故，抱歉抱歉，今天不要留档，今天不要留档。都是钱，对啊，那是事故哎。我觉得其实马来西亚也蛮好玩，就是蛮好玩的是，我们就，我们去那个住那个水上的，怎么讲？就是在它是在水上的那个。刚用就算我刚不用，你还是放在这好吗？对，干净不能剪精华 ，Q 卡出现，刚睡起来要补档，脸颊肉以为是栗子，真的跟我很像啊，我唱的好，可爱要参加三期生。而且我们之前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有去那个，那叫什么？去那个积木乐园吗？还是什么积木的什么东西？然后里面都是乐高，哎，还是乐高乐园啊。然后还有去制造那个铁器，还是银啊，忘记了，反正就是敲的那种。
然后奶奶就买了很贵的那个放茶叶的那个盒子。错过了，下次请再，下次要那个准时追直播。Legoland 还是 Legoland？Lego Go Go。我要找找看有没有别的。马来西亚，那应该就是席吧？哦，好，对，应该是席，就是是一个特别的材质。我到现在还有，就是去马来西亚，那时候导游在车上推荐我们买的指甲剪。我把手机还妈咪。看我鸽子的话，不要忘记我们周四会见面哈。一个特别的材质，你家都可爱，谢谢。二女儿最可爱。嗨，广基狗狗。嗨，张志祥。指甲剪。然后，重点是爸爸还买了两三盒，就是很莫名其妙、不明所以。他一盒好像有七八个指甲剪，就是有各种不同材，就是有金啊、银啊、铜，可是就不是真的，就是颜色是那样。然后就买了三盒，然后好像蛮贵的，然后就不明所以耶。安安，见送狗，我有截图，你要先拿吗？截什么图？什么我也要？什么？要什么？在五岭。五里是哪里？谢谢游戏 Hero 的魔法药鼠，谢谢。可以不要传 QQ 的图吗？大家。马来西亚的猴子很聪明，给他西瓜会拿石头。之前去熊牧场的时候，那个熊也蛮聪明，他会接苹果哎。什么叫该表框了？啥？那是他很久以前的。昨天被米娜卡莎的图，被米娜卡莎怎样？他要去嘉义呢，然后来去嘉义，去嘉义做什么？出差。破产像说着爆炸，那一言语可痛的不只是你。每个人都要经历一道道课题，期待周四，我也期待。要去彰化，我不知道要不要带警证，因为我上次去台中觉得还好，就是感觉也没有很久，但是又没有很快，就是算久吧。但是我想睡。谢谢 Akira 的预言球，台中彰化差不多。可以拿 QQ 当 QQ 截图当做不行，才一家的点呢、啊，我有很多点可以踩吧。互相聊聊心里话。当你尽头是巨大，甚至会一如往常，是我总难免委屈。可痛不只是你，沿途少不了几句一波波来袭。为什么大家都要回嘉义啊？还是会进休息站？之前是都有进休息站，但不知道，可能每次都不一样。继续站起向前，半个彰化人推你吃啥？可是我们也不能晃太远。耶耶耶！所以就那个就还好，就是
什么还好啦，就不确定要不要会不会停休息。如果会停的话，我就会买欧米亚给。不知道要不要留斜刘海啦，很犹豫哎、欸。那我额头真的太高了。噔噔噔噔噔。我们可以放韩寒当桌布，不要放莉莉当桌布，也不要放 QQ 当桌布。会去休息站吗？不确定，可是应该会啦。耶耶耶！同一个人的另一张，什么另一张 ？QQ 啊！地表外界战斗。我最乖，放韩寒当桌布，很棒。啊，你的手表还是那个？那个蓝格子那一套吗？什么？我的头贴不要看，那我不要看，我觉得我会生气的东西，就算了。桌布是切，对啊，切海还蛮可爱的吧，很适合当桌布啊。哎，大家怎么没有分享、按赞、留言、分享一下新的那一篇贴文好吗？请那个。请感叹我最近的发文速度，我最近发超多文的，好不好？读蜘蛛反而比较可怕，明明就是 sexy。哪一篇？那个啊，那个拼图的那一套衣服，都不是 Mina， 但电脑都不是你的哦。反正这样还可以，没关系。不计较。在一天中一朝是你香。我分享了，很棒。拼图那道很美，请按赞、留言、加分享。放别人的桌布。毒蜘蛛那张战术特别多，现在企鹅也蛮多的、啊。桌布必须是韩寒乖，我也想放桌布，但你们两个都不合照。啊，你的笔电怎么放我们两个的照片？可是校正很难合照，因为都太黑了。我平是人平均特制的桌布。特制的桌布，合照通知来了，还合照大家都有填到吧？应该没有人那边当压线仔，然后没有填到吧？什么注射毒液？我不会啊，我是好人。第二阶段进来了，又中了海涵，真的哦！第二阶段进来了，我就像毒蜘蛛。毒蜘蛛那张太糟糕，秋天很冷，多穿一点。不是啊，毒蜘蛛就毒蜘蛛啊，稍性感一点，突破那个突破自我框架。没填，为什么没填？全中了，海涵不中很难吧？海涵不中很难，海涵不中很难，所以是。很容易中的意思。我跟韩合照三张，跟 Mina 三张，你要比可以。韩韩性感，我真的无法害羞啦，害就是要你们害羞啊！发现仔超多的，作业最后一天多卖了300张，真假的？官网发布图片，我等一下就会那个 po 我的奇迹那一张，真的是很好看哎、欸。我刘海又挤掉了，最近很常po，对啊，所以大家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啊，
上面烤肉帅气，谢谢。自己说好看，对呀、啊，我真的很少就是照片表演的照片是好看的，因为之前都就刘海很丑，后来就没在家，但我手会有怕到不了，为什么到不了？开始有点后悔没看独自住那三人，是不是？但很浪费耶。昨天换这张头甜蜜的很生气，但我还是不要，不要点开，我觉得我会很生气。摄影姐姐棒棒，对啊，加鸡腿，冬年长。居然有没中的，真的。最近刚好很操劳，大家都觉得，大家最近都很累，对不对？要先回日本一趟，可以吗？现在可以。今晚把其中一只手机换，是要几只手机啦？心累真的、哦，工作太忙了，大家吧。哎，我也是，学校好多事情，班导很严呢、欸。其实比高一的班导严很多，要先隔离两周。所以是可以出国，其实就是只能公事吧，因为出国玩的话，隔离两周就没有用了。文章会还是很难占比，真的吗？啊，拿猪迷嘞，不能啦，我是因为哦工作签证，是要办工作签证才可以去，是不是？商务才可以。嗯，最近真的很累，才比较容易走心，真的，辛苦，辛苦了。其中一张换成韩寒独自住，训练自己好，可以呀、啊。一个礼拜没耳盲二十有点累，我也是。我这几天都没有玩耳盲二十，因为我下课都在睡觉。我之前刚迷上的时候，我就是下课都不睡觉，即使我很想睡，我说、欸、把他们叫起来说，快点快点下课了，我们来玩，起码可以玩个两局这样。观光不可以。哦。下礼拜要交报告，什么都没做，压力超大的，真的什么的报告，去国回国都要隔离两周，直接一个月就不见了耶。可是感觉隔离的生活也蛮幸福的、啊，就是可以好好休息，然后就躺在床上，然后混的那种。好，我来念榜好了，上课都睡觉。今天的第一名数。欢迎战士，谢谢欢迎战士，谢谢。第二名是艾拉，谢谢艾拉，谢谢。第三名是花生，谢谢花生，谢谢。第四名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谢谢。第五名是开心，谢谢开心，谢谢。第六名是七二四七二，谢谢七二四七二，谢谢。第七名是扎卡，谢谢扎卡，谢谢。第八名是妞妞，谢谢妞妞，谢谢。第九名是阿贵，谢谢阿贵，谢谢。第十名是 Eddie， 谢谢 Eddie， 谢谢。第十一名是游戏 Hero， 谢谢游戏 Hero， 谢谢。第十二名是九蛋，谢谢九蛋，谢九蛋。第十三名是米优，谢谢米优，谢谢。第十四名是阿米，谢谢阿米，谢谢。第十五名是朱迪恩，谢谢朱迪恩。好的，谢谢大
家，谢谢大家。上上交那天应该在山上，真的？为什么要去山上？有工作是不是？只想到两个，好。那你要，如果你有想到，你要先跟我讲，不要突然就开念。谢谢奥库玛的告白气球。怎么办？那我现在要再念一次吗？是吗？好，没关系。没关系，好的，大家拜拜哦。如果校唱友会来的话，或是会见送的话，就后天见咯，拜拜，拜不，拜拜，要想我。